目前公认比较好饲养的狗狗品种有金毛巡回犬、拉布拉多巡回犬、边境牧羊犬、贵宾犬、博美犬、巴哥犬、萨摩耶犬、中国沙皮犬、卷毛比熊犬、雪纳瑞犬、法国斗牛犬等。因为这些狗狗的性格都比较温柔，智商也比较高，容易与人相处，掉毛也相对比较少，所以是比较容易饲养，也受到很多家庭喜爱的狗狗品种。不过狗狗是否好养，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取决于宠物主人有没有时间，是否愿意花精力去细心照顾狗狗。如果没有精力去照顾狗狗，那么任何品种都可能会觉得不好养。